天到了，很多家长都给宝宝穿上厚厚的羽绒服，再把孩子放进安全座椅，系上安全带。别以为这样做很安全，有机构做实验发现，当遥控汽车撞向墙壁时，穿羽绒服的假人宝宝比不穿羽绒服的更容易被甩出座位。对此，专家也提醒，孩子穿了较厚的羽绒服，坐姿会发生变化，如不调整安全带位置，他会处于松弛状态。另外，羽绒服本身也较光滑，摩擦力小，很容易滑出来，所以最好让孩子先脱掉羽绒服，再系安全带。